花这个钱呢？扔下来摔坏了。你那个是巧克力，你那个呢？也是。不绑了，看看甜不甜啊？啊，这个花挡你呢。本以为是手机，谁知道是巧克力。果然笑容不会消失，只不过从月月脸上转移到了观众脸上。不只是拿手机包装盒装巧克力，给月月送字典的观众多少是有点别有用心在里面。这个礼物我非常的喜欢啊，这本叫做新华字典啊。我就那么没有文化吗？更可气的是这本书叫做怎样查字典啊，恶心我啊。对，你不如直接抽我。送字典就算了，还送了一本怎么查字典。我们月月是学历不高，但不是不识字啊。但要说起月月收到最奇葩的礼物，那还得是巨型横幅版欠条。包费这么大的礼物，送这个礼物的观众算盘是打到月月脸上了，想空手套门票也不知道能不能带我一个。别看观众送的礼物一个比一个奇葩，但也有用心的观众用一个礼物感动到岳云鹏和孙越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，怎么这么好看？沙画吧，那贴的那个钻是吧？应该是。放心，等我摆灵堂时候用这个。谢谢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物，谢谢。我知道，我看见情书了。他说希望岳云鹏老师和孙越老师收到这幅画，就像画上的画一样。长长久久，合作无间。我看谢谢。你若不离不弃，我们必生死相依。哎呀，不行。有时对于台下观众的要求，月月也是尽自己可能的满足他们。套马的汉子，来，你过来，来。我只听过套马杆，我没有听过什么套马的汉子。马的汉子，但是国内国外版本不一样吧？这首歌在这儿叫套马的汉子吗？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，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陪你去流浪，你的心态和大地一样宽广，是这个吗？一边笑场一边把套马杆唱给观众，月月也算是有求必应了。不过比起月月宠观众，事儿哥更喜欢月月的控场能力。我把孙老师换上来了。咱俩呀，我们两个人。哎，你等会儿。要不就这样吧，要不和下班吧。不是，可能岁数大了啊，没劲儿了。那个老化了、一边是渐渐下滑的话筒，一边是疯狂起哄的观众，月月愣是用一句话把这场演出事故变成包袱。只是这稍微带点颜色的段子多少是有点内涵了，哪怕是拿第一排的女观众调侃，月月也能三言两语的逗笑全场。头一排大姐裤衩好短，那个穿着裙子你都看见裤衩了？不是，穿的就是裤衩嘛。哦，咱俩看的不是一人可能。因为这个没有办法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办法，他就在我的眼前，我怎么躲都躲不开。这大姐，要不你拿个东西你挡一下，或者怎么样？他上面穿的也少，关键是你知道吗？年轻演的就是好。我承认我今天没有演好。哎呀，月月和孙越你一言我一语的，算是把台下的女观众豁出去了。只是这摄像大机多少是有点不懂事儿，高低让我们看一眼这位女观众啊。既然是说起月月的控场能力了，那怎么能少了月月在台上表演无实物收礼物的经典场面呢？好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有妄想症啊？我上来的收礼物啊。哎，你把那扣提上，扣都开了。您这礼物都这么要来的？别说台下的观众看呆了，就连一旁的搭档孙越都被月月的表演惊到。除了这次无实物收礼物外，在台上模仿孙越妹妹的时候，月月也是凭实力征服全场。两段相声啊，我们家就死人了。说相声不容易啊。
啊啊，我妹妹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行，二人戏。你说我妹妹24了，记错了，记错了。哎呦！我快会门外语了，我都。哎呦！29。还得是岳云鹏啊，在台上一举一动都能逗笑全场。不过这些也离不开岳岳自身的努力。您喜欢这样的德云社吗？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今天又是期待九良来看我视频的一天，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。